你真正足烦的呢，天气这么热，都跟你讲无想要出门，还佫硬要把我拖出。敢会热？啊，你看，趁热呢，微微啊风吹过来，我尔舒适的。比你规工伫冷气房内面吹冷气好啦。而且医生唔是讲，你爱较食出来透透气、兜兜风，安尼对你嘛较有帮助。 都无想要看到你，还佫规工对调调。还有压力。你骑车骑得这么紧，你都唔惊弄到良心啦？ 你嘛同款啊！你今下路拢无咧看路的，你拢唔知影拄只无去。小天姐，你头拄好是不是叫我黑乌鸦？你是不是已经飞落去了？啥咧叫你啊？你当时叫做黑乌鸦？是我拄只有看到一只黑乌鸦飞过。 奇怪呢，我哪会无去啊？我是我目睭花啊！看起来志同已经恢复记忆啊，一定是无想要面对不雅做的风波。哦，那应该是袂走吧？我这里有这么含义，竟然搁相信？还是讲伊有看出啥，只是咧配合我。 你的车嘞？你不是讲要去兜风？行，你想要去兜位？我拢载你去。看起来应该无去怀疑，是我想想的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，祝福三立新闻网。 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被救后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 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，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